What's up, my homie? I like your hat. It's like mine. Nice.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傅冠杰，欢迎来到傅 Love。今天又是个超级精彩的一天。现在人在印度，然后这里要走到一个地方叫做溶洞。Let's go.我发现他们这里有很多这种彩虹旗子，像不像我们在不丹一样？你们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买一个风马旗子，然后绑在 temple 里面，就可以 good blessing。他摆 pose 哎。刚才相机没电，手机也没电，所以现在才跟你们见面。我现在在郊外，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给你说个秘密，我不能到处乱拍，因为很多东西不能拍。如果你有来到印度，很多车程是非常的远，然后几乎有一些地方是没有休息站，所以呢，我们就会在郊外上洗手间。男女都一样哦，所以 yeah pretty much 有时候就会像这样子停下来在旁边上洗手间。我们现在来到 Ruins of Nalanda， 刚才在那个地方我突然想到说，你们应该觉得说我吃橘子没有洗手啊。我跟你们讲个秘密，你如果来到印度一定要带一个这个，这是专门消毒手的，所以到处不管你是逛到哪里。 Hello，你好，你好，哦，你会讲中文？对啊，好厉害，一点点，哪里学的？拿得通，拿得通，对啊，好厉害，这里中文都可以通哎。拍影片给我的 Food Family 看，好看，好看，你看，哦，这个很适合 Photo Shoot 的。Gucci 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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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cci Gang。 来，我们进去看。那应该是菩提树。我在这里有时候不敢用手指头指，因为我不知道什么算是 disrespect 或者什么是 respectful， 想还是要尊重他们的文化。 Hello， 今天雾比较大，所以还没有太阳，我还蛮期待太阳出来。 Come on， 穿。哎哎，我一说我期待太阳出来，你有没有发现我脸上亮，太阳真的出来了。Oh my god， 说到太阳，太阳就来。Thank you so much， 吸收太阳能，然后传给你们一点。不管你在哪里，如果你现在的地方有太阳的话，赶快休息个两分钟，去晒个太阳。Oh， so wonderful。然后如果你没有太阳的话，我给你们晒。Yeah, photo.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Andhra Pradesh. Andhra Pradesh. Yeah, okay. Thank you. Bye. 如果你在这里交新朋友的话，你要跟他们甩一下头。我就说我最喜欢的就是每一个地方的人。 That is my favorite。 不管我到哪里，最想了解的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Because that's where the life is， That's where the soul is， That's where we connect。 这些东西非常的美，但对我来说没有人重要。 That's why I love you guys, Food Family。 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I wanna connect with you。 Oh yeah，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说你是在哪边看我的影片，我想多拍一点照片。如果你想看照片的话，我应该会选一张好看的放 Instagram。 如果还没 follow Instagram 的话，是 @thecurtisfood。 我在上面会发很多 stories， 你就可以跟我更贴近一点，我们更有互动。我就会问你们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路程中的一些景，我就会拍，这样就马上会上传到 Instagram 上。要不然我影片还要编辑，所以有时候会比较慢。我要拍照咯，拜。哦对了，顺便给你们看一个比较有特色一点的东西啊，我不晓得你的水龙头是怎样，但我习惯美国那种绿色的，它这里的水龙头基本上是透明的。 Good water， 蛮可爱的，它应该是口渴了，但是它的肚子比较强，所以它可以这么直接喝。你们看到是透明的，而且又好粗哦，它这样一次喷水的话一定很过瘾，可以开个水 party。
我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我不确定这是什么，这里有好多个这种洞哦，在猜测这应该是以前他们在里面闭关或是静坐，因为就一个密闭空间嘛，它也有洞，就可能上厕所方便，然后就从这个门就可以送食物。 I could be 100% wrong， 这只是猜测而已。 Another one？Another one， 我已经不知道我们的团跑到哪里。Hello， 其实我想大声一点，但 like I said， 到比较陌生的地方，还是要 be respectful。应该在这里吧？哦，看到了，看到了，他们在前面。我刚才问了这位，然后他跟我说，我刚才猜的是对，就是 hostel， 然后和尚们就会住在里面。啊 ，hostel room， hostel room， come， okay， this is barbecue， this swing。Stock room. Stock. Stock room. Is stock a meditation? This is godown. 应该是他们在这里面念经。Hi, what is your name? Nivas Kumar. 欢迎加入我们的富乐家庭。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Roshan Kumar. Roshan Kumar. You look a little older, brother. Yes, yes. 兄弟 I love people.我觉得不管跑到哪里，各地各国 ，We're all the same。你只要带着是一个 very loving heart， 然后 connect with the people there。我们的 core 就是想要 love and be loved。我们 full love family， let's spread more love。哦，我们的 bus 来了，来，我们上车喽 ！Boom。How are you？ How are you？ You good？ Yeah。So my homie， I like your hat。It's like mine. Nice. Looking good. Have fun. Yeah. See you later. 我们来到了这个公园，竹林金色。我以后都可以看到你。可以啊。Hello. Yeah. Pose. Nice. Looking good. Photo shoot. Yeah. Oh. All right.See you later. 你看超活泼的，我帮他 photo shoot 一下。我们的 Food Love 家庭要越来越大，已经扩散到印度了。You see that? 好大。这个 lake 是用来做什么？以前有 photo， 这里边有溪谷了，洗澡了。在这里洗澡应该是 very blessing。跑到所有好的地方，都传正能量给你们。你们应该充得满满的吧？充饱了吗 ？Charge！ 你们已经可以开始充 backup 了。然后呢，给你们看一下有那个。算了，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我看那个水太绿了，划不来进去。我们现在来到 Son Bandar， 外面又是卖了好多各式各样的东西，总是彩色的。银行啊，里面有很多钱吗？金库吧，有黄金。黄金啊，哦，我们去找黄金。萨瓦迪卡，他们可能以为我们是泰国人，都跟我们讲萨瓦迪卡，只好就回应萨瓦迪卡。说巴蒂麦，哎，巴泰。以前里边用那个青辣椒的情况特别好的。对啊，哦，那个是门吗？有密码，那密码解码的话，它就跟门会打开。啊，密码几号在下面？猜猜看。咚咚咚，三号，打开。钱给你，收到了吗？好多钱，有没有收到？好多，好多，好多，好多钱 ，so much， 哦，好多人在看 ，hello， 真好，一出来那么多人欢迎，我带你们去以前的银行，里面有没有很多黄金？有，好，在这里，哎呦，哪里，哇，好多，你们有没有看到 ？Oh my gosh，so much， 哎呦。这里也黄金，那里也黄金，太多了，用不完。Too much gold. Yeah. Good. How are you? Yes. 带给大家一点欢乐嘛，里面空空的，只好想象。我刚才想象里面好多好多，你们有看见吗？用你们的想象力就可以跟我一样看见。能拿到，可是都没有看。他是拍照啊。Very good. Amul ice cream. No, thank you, but it looks good.
哎呦，抢人家食物哎，抢食物哎，对呀、啊。我们现在在灵鹫山，正要走上去，然后在路上就突然有一只猴子跳出来抢了别人的食物。所以如果你有来灵鹫山的话，注意食物要小心一点，要不然猴子随时跳出来。刚才那只猴子很大，我如果要跟它打起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打不过。嗨。好可爱，这里也有人在休息，就在 relax。 糟糕了，我喉咙开始不舒服了，不知道是不是到处跑得太嗨了还是怎么样，希望不是又是感染到什么病。 Oh my gosh， 我肠胃炎才刚好，现在喉咙又不舒服了、只能多喝一点水，所以我现在应该就不会太嗨了。你还带小 baby 耶，哎呦，干嘛、啊？哦，抓跳蚤。哦，好舒服哦。嗨。他们一家五口。嘿、hey。什么三不多？真的很美。马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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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的是很多人为自己的 belief 做一件事情 which is really good。 我到上面其实我自己呢，我 focus 在于外面的那个大自然，我看到的是一片山，美丽的太阳，我真的就一直瞪着那个太阳，就像我现在在瞪着那个太阳，就在那里。 The sun is all energy, so beautiful。 我觉得太阳的能量 is infinite， 被它晒着就所有的东西都 so peaceful, so full of energy。 我希望你们跟我一样现在是很 peaceful。 Just take a deep breath and breathe out and just really enjoy。 那我的团现在已经要走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然后在下面留言说你今天最喜欢影片的哪一片段，或是你今天尝试了什么新东西，或是你最近要面对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And 我们整个 Full Love 家庭都会支持你。 You can do it。 Alright 大家，我的 family， 我们明天见，记得按铃铛。 Bye。我又发现我俯卧撑忘记做了，我这几天一直忘记做俯卧撑，为什么呢？白天实在是太忙了，然后忙着跟那个旅行团到处跑到处跑，然后又要录又要编辑又要充电又要找网路，就忘记俯卧撑。每次都是我要编辑的时候才想到，嘿，我好像今天俯卧撑还没做。 Don't worry Full of Family， 我还记得一定要做。如果你还没加入我们30天的俯卧撑 Challenge 的话，我们是要每天都做40个俯卧撑，把身材练得更好，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 Ready ready、oh， 然后我喉咙真的越来越不舒服了，我以为是我今天到处跑到处吼，但是我发现应该是昨天我们跑到那个 Varanasi， 然后它不是雾很大很大吗？然后很多人在那边玩恒河的水，然后我不是说那边很脏，所以那个雾的空气我吸太多了，因为我一直在讲话，然后就一直吸气嘛。对，应该就是那时候。 Anyway， 我会多喝水多休息， But most important， 不要再拖了， Let's do some push-ups， Do this。 嘿哦，刚吃饱。好饱，我最近可能因为没什么睡，体力越来越糟糕，俯卧撑做得越来越慢。 But let's do it。
这样应该40个吧 ？I think so。我会回播看一下，我有点乱了。Okay, Food Love Family, I love you guys. 晚安 ，Bye。我回来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数，但我扫了一下。Let's do this。说40个就要做40个。我觉得这样算错要乘8，再加5个。Let's go， 6个。OK， 这一次一定有40个。All right, Food Love Family， 晚安，拜。